夕阳的余晖吃力地从高楼大厦的缝隙中挤了出来，透过西餐厅前面的落地窗，洒落在卡座与木地板上。西餐厅的客人很不少，男男女女，大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龄，穿着光鲜，举止优雅，刀叉盘碟极少发出声响。李娜收起羡慕的目光，端着托盘小心翼翼将桌子上的碗碗碟碟收拢送到后厨。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，大约二十一二岁，眉头饱满，眉眼开阔，相貌相当大气，眼睛尤其美丽，只是她的眼睑低垂着，一副谨慎的模样，却让这双大眼睛减色不少。将手中的碗碟放在洗碗槽里，就听见老板老颓的声音：李娜，你明天早一点过来吧，小丽请假，你来管一下收银。李娜吃了一惊。